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哩，拨时间来收看即个节目。伫花莲地区，咱一定真紧会听到一个人的名，啊，即是一个女性，伊叫做马秀山何女士哦。马秀山何女士啊，伊伫花莲地区。 特别是原住民的所在是真多人熟悉，伊早期伫台湾贡献特别伫华人贡献真大的一个护理人员。伊出世伫一九二七年加拿大所在阿马索山护理师细汉的时，就是爸母真敬虔的基督徒，也拢会去教会。 啊，因的教会伫请只外国倒登去来宣教书，来讲起因伫外国所做啊，伫遐所听到所看到无共款文化，落差真大，诶，地区诶人诶情形，伊听了就真感动，所以伫伊诶成长诶过程，即、這个路径诶中间，伫定定问一个问题。 如果以后我若是要去外国做宣教师，到底外国佫较需要是甚物？啊，因为有真侪人去外国是做医生、做护理人员、做教册的先生，所以马素山护理师伊就等问一个问题：我是去做医生较好，还是去做护理人员较好，还是做老师？ 哦，即个正趣味哦。后来有人给伊建议，哦，伊接到建议也足无共款哦。安尼就是在讲，伊会当去做护理师。啊，是安怎做即个建议，就是在讲护理师含医生无共，医生定定受限制伫倒位，限制伫病院个内面哦。啊，即、這个病院在看病人。 但是真正会当甲病人一直在讲话，啊，甲病人做伙时间较侪，搁一人会当去厝里探访病人，无受病医限制，通常是护理人员有一寡医生会去，但是无法度像护理人员去嘅次数遐尔直接。 所以你若是要接触一般诶人，啊了解因诶家庭诶需要，安尼是做一个护理师是上介好。所以后来伊读中学，到伫读大学，伊拢去读护理学校，然后伊就真清楚，不过伊要去需要护理人员诶所在做一个团队者。 安尼，伊要做传道者，啊，伊得个了解，一定爱有迄种真基础的信学条件，所以伊再去圣经学院接触、接受即个信学教育。马素山学斯伊完成遮了后，就伫一九五七年，安尼伊三十岁的时阵。 完成心愿哦，下当来到伫台湾嘅所在。伊互理学校毕业毋是随啦，伊互理学校毕业，伊家己佫走去倒去走去病院做临床护理嘅训练。伊也安尼原因就是讲，伊会当实实在在去做，啊，了解伫临床嘅护理工作爱注意甚物代志。你啊看有两档哦。 哦，所以伊即两当的经验，互伊非常丰富。读的毋是教理论的，都是有病床实在的经验。啊，然后伊只五万路会去申请，伫三十岁时，伊甲万路会申请。啊，然后受车牌，啊，伊车牌来时间是十月二日到台湾，哦。 伊要离开伊个家庭的时阵，伊个老爸是倒伫病床的中间。你要看，敬虔的基督徒家庭老袂因为讲老爸身躯艰苦，啊，得逐日啊揉伫身躯边。当伊甲伊个伊个爸母知影，伊八过就是准备伊去读护理学后，读圣经学院，拢是为着要去国外传福音。 所以，当伊拢准备好的时，老爸已经破病倒伫病床。伊甲老爸讲，讲伊已经接到门路会车牌，要来到伫台湾华联的门路病院伫下来工作的时候，伊个老爸是带祈祷啊了，佫佮伊祝福讲一句话，伊讲祝你去做一个上好的护士。 做一个上好的护士，来应答上帝对你的疼、而谈平安去。所以马修山护理师就安尼来到伫台湾的所在。伊对温哥华坐船，哦，加拿大诶西平温哥华遐坐船，啊，坐来到台湾。 真趣味，可能船大只，啊，到鸡人港靠岸无法度。啊，船长家讲遐，有，船边有一台小只的船要靠岸，你去坐迄只船，迄只船会送你上岸。啊，伊就安尼对鸡人港上起来，啊，来到鸡人诶所在，然后就亲像其他诶宣教书共款。 伊在去受华语诶训练，伊伫语言诶学校读两堂诶册，因为伊来到台湾已经是十月底，啊，学校拢九月伫开学，所以伊慢诚济哦，慢甲得要两个月的时间。啊，伊即摆读，啊，其他诶同学已经读真济去，所以老师甲伊讲。 你得爱一节课做两节的读哦，安尼著是讲爱以后读了家己爱去加倍认真，因为有心，所以就加倍认真啊，真紧伊就追到迄个大生读的同学的程度，安尼伊然后五年读好，两年后伊就去到伫倒位华联门路病院来报到。 一九五九年，伊去到门路病院的时阵，伊发现门路病院吼，即个护理人员无有,有一个是受过护理正式教育出身的人。所以伊去到病院报道，病院就随在讲，你是科班的护理学校出来，啊咱遮的护理人员拢无受过正规的训练。 但是以后咱的病院应该有哪来哪济病人會来，啊护理人员哪需要哪济，那会当的为拍算台拜托你来设法设立一间门路病院的护理学校，所以就对一九五九年，伊就开始，伊一个报道无偌久就开始。 筹备设立护理学校的工作。当时一九五九年，诶，台湾除了台北有一间护理学校以外，其他拢无。所以，台南诶，基督教长老会、基督教长老会新老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台北马街基督教病院，安尼三间。 拢是张老辉苏轼个病，宜，就联合办一个叫做马街诶护理班哦，做伙出钱办一个护理班，啊，即、這个护理班后来就发展真侪今仔日个护专马街护专，背景是安尼来。不过即三间因为家己送人起来训练，也是招生来训练。 拢是为着家己个病院要用得无够，佫较无可能分一部分个人予门路病院，所以门路病院伫后山佫较需要家己来训练。安尼伊头一期一九五九年开始设一个护士学校，啊，伊对病院内底十三个护理护士人员啊，来考试啊經，经十个啊，十个上课。 就是拢利用因无值班的时间，安尼分配来上课。啊，伊寒教是咪？伊头一个开始开课，就是开护理学、基本护理、甲解剖护理、生理学、吼护理学、基本护理、解剖、生生理学，啊，伊教遮下学生上课。 伊教遮学生上课的中间，又发现一项，学生那阵听无，啊，伊就安尼，骹手拢比啊，身躯个语言拢拢出来，不拢定看着学生迄个表情怪怪。后来伊进一步来了解，伊问学生到底是我讲话恁听无，还是我发音，互恁听到真正力？ 即个学生则用安尼吞吞吐吐的话甲伊讲，讲阮会晓的语言著是日本话，甲阮嘅老母嘅話,话，日本话甲阮老母嘅話,话，所以阮伫病院工作拢用日本话在讲。阮是无工作嘅人，著来用日本话来讲华语，阮会晓嘅真少。哇，伊只发现吼。 那阵外国人拄着外国人安尼共款，啊，就伫迄个所在，伊就尽量对学生诶心照来学着因所捌迄个表达诶方式，啊，伊也真用心想办法来讲互遮学生听有诶话，这著是马寿山何老师。 伊开始开班，门路、病院、护理学校会头一步，咱先讲到遮休困一下，才过来继续。<music> 马寿山护理师开学了，啊，甲学生互动，拿来拿熟了后，伊先有开课。 就是伊第一想讲，一定爱有册，互遮个学生安尼下课了，转去有册通读。结果伫华莲找无半本合你书合书爱读个册，无即种合你方面个册。有人伊讲，拍算你得起来台北找，伊起来台北找，找嘛无几本哦，找无几本。 后来就四界探听，哦，因大讲，互理一切真少，哦，阿妈无一定有帮衬。伊讲好家在，伊对加拿大要来时阵，家己就有早一寡互理互理学方面一切，所以就去找伊的中文的老师，阿大伊斗三工，阿、啊、伊来将这的册。 诶，迄个摘要哦，大开大要，啊，改写写开，啊，即、这个大要大讲写开了，啊，请即个中文的老师替伊改翻译，啊，真侪互学生一个教材，啊，附属学校就安尼一届一届一,一直开始，受过训练的，才会互你，书拢逐个人拢真。 真巧哦，啊，这拢是原住民哦。门路病院训练出来拢是原住民，即、哦、嘛是,是后来一九七零年、一九七零年，谭湾艺术设立大同，直到到病院的时阵同款，招来拢是这原住民的人在做护理人员，啊，拢家己训练哦。 马素山护理师嘛，发现因训练出来诶人无法度摕到正式诶护理身份，因为台湾诶政府有规定，你若要摕到正式诶身份，一定得是爱虾物爱护理学校毕业诶者有法度。无拄拄伫伊真感觉真头壳疼诶时阵。 有一个组织叫做农学会，即、这个农学会拨一笔真大笔的钱，予蒙脑病院。啊，伊佮蒙脑病院有签一个特别的条约。啊，伊蒙脑病院斗三工，除了起较大诶病房，予只诶原住民破病时有通入院就医诶机会。再来就是爱去选。 遮原住民内底有初中教育个，迄阵叫做初中，初中基础教育了后，甲训练诚做保健师。保健师哦，即、這个保健师个医疗工作爱甲训练，互因转去到伫原住民个社区，会当诚做上好个原住民社区个保健人员。 用门路边做一个工，做一个工作哦，安尼的开始有机会，互门路边的护理学校会当进一步得到政府认可，因训练出来会保健人员，伫原住民的社区也会当推动公共卫生，甲会原住民伫部落内底城区的用。健。 安尼伊就开始啊，就即种原住民社区的保健师的训练，啊，每一期都是九个到十个学生。啊，毋但呢为着要互门路边护士学校会当正式，正侪政府认定的学校马祖山护理师，搁特别转去美国。 伊转去美国，去旧金山大学的护理研究所伫遐来，摕到硕士的学位。伫一九七零年，伊摕到，佫再倒转来伫台湾的所在。然后，伊就用三年一个阶段，啊，然后发展正侪四年一个程度来训练这学生。所以，你要看。 蒙罗贝伊护理学校训练一个科班出来学生，用三年到四年，这无用伊吼，啊，个拢是初中毕业入来，爱因训练。后来到伫最后，啊、呃，咱的国民党嘅政府也、呃、有要求，讲蒙罗贝伊护理学校拍上台准备来结束。 原因伫什物？原因伫政府已经伫几啊个所在有设立护理学校，啊。伫讲，遮个人若想要做正式的护士，通去考哦。啊毋过因为是开始是农学会来招门路，病院合作，所以政府要做即个约束，就是讲。 因有五档来准备结束，所以到一九七三年，哦，一九七三年，安尼咱通在对一九五九安尼一直累积，到一九七三年，伊讲下档停止招生，就是一九七三年。啊，毋但一九七三年停止招生，啊，政府有各在甲门路边有一个合约。 即这合约就是讲，即间护士学校训练出来的学生，因有法度去参加政府对认定的护士考试，因若考会过，安尼就随时会当考到执照。换一句话讲，政府嘛等于在承认华仁门路病院护士学校的天道甲资格哦，啊，这是。 马术山护理师上欢喜的代志，后来伊训练出来的学生，逐个拢去学病院抢了了，甚至有六个学生是真杰出伫开刀房伫做麻醉师的。咱就会当通知影，即是马术山护理师伊训练出来非常杰出的学生的成果。 后来马街病院办护理学校的时阵正式办护理学校的时就请马素山护理师去学校开课。哦，咱就当通知伊的听到哦，马街学校请伊去开课，甲学生开课。啊，伊是两礼拜一遍，啊，去学校开。 两日半的课，啊，这两日半的课拢总有九点钟，伊用真流利的中文甲学生上课，啊，然后咱会当看出后来中加大学、中加大学的中加医学院开学，创办了医学院，创办有护理系，嘛，请伊去做中加护理。 考部门的顾问，换句话讲，伊的实力是受逐个人给予肯定，特别伫护理界是有靠伫传达逐个人的口碑是非常好。啊，这是伊伫护理学校对门路边拍出来的基础，通得到逐个人的肯定。 门罗病院征经的一个院长叫做黄文雄，医师，伊就讲即个话，哦，伊讲马祖山护理师一九五七年来到台湾，前后二五年的时间，伊办的护理学校，华仁门罗病院护理学校，伊家己嘛写一本册，好教学生。 做参考的路用即本册叫做《护理行政手册》。门路病医护理行政的手册，若咱咧讲讲做 SOP 哦，正做一个讲做一个护理人员，你应该有爱的工作是啥物？所以门路病医后来为着纪念伊的贡献，对门路病医的贡献，就将护理特别将。 即个护护士、即种个病院，即部分就改号做马寿山护理馆哦。马寿山护理馆来感念、来纪念伊对病院的贡献。阮们医师，即、这个院长、尊任的院长，伊来讲一句真有意义的话哦。伊讲护理人员的重要性,性，甲医生共款。 趣味哦，护理、喔、人员的重要性甲医生共款，所以护理文化一传承是非常可贵。啊，唔忘唔文祥前任的院长，即句话会当互搁较侪医生记掉伫心内。护理人员的重要性是甲医生共款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然后有机会去孟罗病院，除了我跟有甲咱讲过头前一个水池，伫纪念一个护理长以外，你会看到病院内底有一个马首山护理馆，就是伫纪念一个马首山护理师对孟罗病院的贡献，因为伊创办护理学校。 真多谢你拨时间收看这个节目，平安。